今年呢，中国换了新的外交部长秦刚，秦刚上任没多久呢，就开始访问非洲的兄弟国家。秦刚一路走呢，一路减免了很多非洲国家的债务。那有些中国“饮马论”的朋友啊，认为其实呢，这后面有交易，非洲国家呢偷偷给了中国很多矿产。我觉得呢，这个就是把中国想的太小家子气了。如果需要非洲的资源呢，直接找非洲买就好了，那实在没有必要用这种借钱，然后免债，再让人家偷偷送矿的办法。 实际上呢，我个人看啊，这个就是部分中国借给非洲的钱呢是没有抵押、没有条件的，而现在非洲人呢他也还不起了。本来呢借钱给人家呢，一方面是为了赚钱，那另外一方面呢是为了增进友谊。那如果非洲人呢现在是打死不愿意还钱了，还继续去要呢，最后可能连友谊都没了，那更不划算。所以呢，如果理性的讲，那现在最好的处理方法就是大度点，这钱不要了。那么能够给非洲国家免债的中国，是不是财务状况就特别好呢？其实啊也不一定。 中国目前呢也面临着两个比较严重的债务危机，那一个呢是房地产债务，大家可能知道啊，前几天许家印许老板表演了一次跳楼，那主要呢是因为单单一个恒大就欠了两万多亿，那还不上钱，所以就耍无赖，那搞假跳楼。目前房地产公司到底一共欠金融机构多少钱呢？大概啊是四十万亿以上，这个量呢真的是非常的大的，那一旦真的爆雷了，那对整个中国的经济啊可以说是毁灭性的打击。那另外一个比较危险的债务呢是城投债。 那前面说的债务啊是公司的债务，城投债呢其实就是地方政府的债了。那虽然呢也用公司进行了包装，但是本质上啊就是地方政府搞基建从市场上借的钱。这个钱的量呢比前面说的房地产公司债啊还要大，那保守估计啊是六十多万亿。像沿海比较发达的省份还好，财政收入呢比较高，但是啊很多欠发达的省市就有点虚了，不少地方的地方财政收入呢连城投债的利息都付不过来，那所以呢。 只能靠发新债还旧债，其实啊就是正儿八经的寅吃卯粮。房地产公司债务和地方城投债加起来呢，有一百多万亿，啊这个钱啊已经多到我们很难有一个概念了。拿零八年中国四万亿救市来作为参照物，那也就是说这些债务啊够救二十五次零八年的中国。那很多人呢因此认为中国啊怕是要不行了，咱们呢也不能说这种判断是完全错误的，因为中国现在呢确实有潜在的并且是巨大的债务危机。 但是中国呢，未必处理不了这个问题。至于说如何处理啊，大家知道我预测的准确度啊，常常翻车。比如说啊，我他妈的就没想到啊，现在中国的房地产贷款啊，已经可以贷到一百岁了。所以呢，咱们不聊以后的事儿了，我们呢聊聊以前的中国是怎么处理债务危机的。没错啊，今天咱们呢继续朱镕基的话题，那聊聊九十年代朱镕基面临的各种复杂的经济问题，以及他的各种经济改革措施。咱们呢先简单的来说说啊，朱镕基遇到的问题。 一九九一年四月，朱镕基升任副总理。那刚到国务院啊，一口大锅就从天而降。李鹏呢，把三角债的问题交给了朱镕基。那三角债是什么呢？简单点说啊，就是 A 欠 B 的钱，B 欠 C 的钱，C 呢又欠 A 的钱。结果一个人还不了钱的，呢，所有的人都收不到钱，也还不了钱了。那一九九零年的时候呢，李鹏立下了军令状，准备在三个月内解决三角债。那结果搞了几个月啊，只是把明面上的三角债金额呢给搞清楚了两千亿，而且呢数字还在急剧增长。 然后呢，一直等到老朱来中央，那这个数字估算起来呢，已经差不多到三千以上了。那个时候的钱可比今天值钱多了。一九九零年一年的全民生产总值呢，也才一万八千亿。那这么大量的三角债是怎么来的呢？那首先啊，我们狗胆包天的来揣度下，改革开放后共产党高层到底想要一个什么样的中国？那什么民主选举、言论自由的，咱们不关心啊。单纯从经济上来看，那我认为邓小平这些人想要的呢，其实是中国的快速工业化。 但是自然的工业化需要一个漫长的积累过程，那因为一个小企业啊，从创建到产生利润，再到产生的利润足够完成自己的更新迭代，需要大量的时间，而且大概率呢，升级到一半可能就挂了。早期西方帝国主义呢，是通过掠夺来加快工业化的进程，中国呢没办法这么做，啊，所以呢，只能通过剥削自己人来达到源源不断的向工业输血的目的。剥削的办法呢也非常简单，就是银行呢向特定的企业们大量发放贷款。 货币的总量多了，而老百姓手上的钱呢并没有多，那手上的钱呢也就不值钱了。相当于呢就是老百姓手上的钱被部分转移到了特定的企业。那所以改革开放是什么呢？我个人的观点可能稍微有些极端啊。改革开放的初期就是通过大量的剥削普通百姓，扶持特定的企业，把财富集中在少数人手里。中期呢则是财富依然集中在少数人手里，但是普通人呢也能受益。 也就是如今的情况。至于后期会如何发展呢？我现在还不知道。我们这是从一个宏观的角度来谈改革开放的。中低阶层的官员啊，当时估计也没想过这些问题。那对于他们来说呢，改革开放就是 GDP 增速的 KPI。夸张点说啊，改革开放和文革对他们来说没有本质的区别。那他们呢，就是中央的打工人。以前 KPI 呢是搞斗争，那我就按照指标抓右派。如今 KPI 是 GDP，那我就搞 GDP 嘛。 那 GDP 是什么呢？国民生产总值。那顾名思义，只要加大生产，生产总值就上去了嘛。对于当时还是以国营经济为主的中国，扩大生产就是关于一句话的事儿。产品暂时不盈利呢也不要紧，那可以找银行借嘛。那反正银行也是国有的。至于暂时卖不出去，那也不要紧，放在仓库里慢慢卖嘛。在八六学潮的那期里呢，我讲过当时中国货币发行的逻辑。那这里呢就不做赘述了。简单点说呢，就是市场上的钱越来越多，但是老百姓真正想要的产品不够。 那很多商品呢还是得从国外进口，这直接导致了严重的通货膨胀。那学生们呢觉得这是因为共产党的体制造成的，所以在八六年发生了学潮。这确实呢也是共产党货币超发太严重了，那薅羊毛呢薅的太狠了。鉴于学潮的出现啊，说明部分老百姓呢也有点受不了了。那韭菜呢也要休息休息。共产党呢于是开始控制信贷的增量，但是 GDP 的考核并没有改变啊。于是呢在企业面临去银行借贷难的时候呢，民间借贷开始走红。 那对于这段历史比较难以理解的朋友，可以参考前几年中国信贷紧缩后兴起的 P2P，P 不能说完全一样吧，但是基本逻辑呢是类似的。在民间借贷兴起后，货币的乘数呢就又增加了。那所谓的货币乘数，可以理解为央行印出来的钱在市场上转了多少圈儿，圈转的越多呢，产生的 GDP 就越多。那于是通货膨胀的问题呢，并没有能够得到解决，而新的三角债问题又出现了。 当时中国市场经济类的相关法律几乎为零，企业呢也没有任何的市场经济经验，不理解什么叫财政纪律，不知道什么叫市场信用。地方政府呢也把公有制企业当成了自己的家仆，把对公有制企业的资金占用和挪用当成了家常便饭。而企业呢也只是对完成政府的生产任务负责，对销售利润什么的完全都不在乎。没有利润，没有销售，那现金流就很紧张，这使得企业间出现了大量的卡货款。 打白条、拖劳动报酬、代销占用资金等等，而因为这些互相借贷已经成为了常态，最后呢就渐渐出现了交叉借贷。比如前面举的例子，A 企业欠 B 的钱，B 欠 C 的，C 又欠 A 的。那一旦其中一个公司的现金流出现了问题，还不了钱，那整条线上的公司就都收不到钱，也还不了钱。这就让此时的中国出现了一个特殊的经济名词——三角债。 三角债并不是说只包含三个公司，而是说一连串的相关的或者不相关的公司互相欠，欠到最后一环套一环，套到根本就搞不清楚。这种时候呢，一般的企业即使有钱也不敢还钱，因为大概率别人不会还你的钱了、啊。而且呢，地方政府也支持当地的企业不还，那还给别的地方了，岂不是把自己的 GDP 拱手送给了别人吗？因此，在地方企业呢以能借到钱并且不还钱为荣，地方政府呢不但不责怪，那还会把这些企业当成功臣。 长此以往，整个国家的现金很快就会被抽干，产业链升级呢也会被锁死啊！这就是当时中国的一个非常奇怪的状态。GDP 的增长很不错，人民的工资呢也在涨，但是物资却越来越贵，生活呢也越来越差。于是呢，在1989年又发生了一轮新的学生运动，继而呢又演变为群众运动，直到6月4日发生了令人扼腕的六四事件。雪上加霜的是，西方国家在六四之后呢，把对中国的投资都停了，不但停了，大量的资金还离开了中国。 多数的金融机构呢也冻结了对中国方面的贷款，这使得中国在1990年消耗了超过四分之一的外汇储备来对抗经济的衰退。在这种困难的局势之下，中国呢不得已又增加了国内货币的供应量，以提高国内的生产和消费，去应对内外部的压力。换成今天的时髦话就是内循环。那这一套有没有用呢？当然有用。在制裁的第一年里，也就是90年，中国的 GDP 增长是百分之三点九，91年 GDP 的增长呢直接就冲到了百分之九点三。 对于这么高的增长，国务院的智库里呢出现了两种声音。那一部分人认为市场正处于上升期，这种时候不但不应该控制，还应该要加把火，进一步加大货币供应量，让经济呢更上一层楼。而另一部分人呢则认为市场已经过热，需要采取纠正措施。那据他们观察，国有企业的债务正在成倍增长，已经严重威胁到了信贷的健康度。但是中央呢并没有选择降温，而是放任经济过热继续发展，三角债的数量呢也急剧增加。 九零年的时候呢，李鹏搞了个三角债摸底，那发现三角债的量啊，从八九年的四五百亿猛增到两千多亿，而且呢还在继续迅猛上攻。而九零年的 GDP 呢才一万八千亿，这已经严重的影响到了经济的发展。那换句话说，工业的架子被建的太大，老百姓的血呢也抽不太动了。曾经的中国呢确实是高速发展，但是现在呢已经变成了工业营养不良、人民贫血了。因此，中国需要先解决眼前的三角债问题，渡过难关。 然后呢，对中国整体的经济架构啊进行调整，使得工业化的进程可以再度向前推进。朱镕基是如何解决三角债的过程啊？简单说说，那并不是非常重要。一上任后呢，朱镕基就直接前往三角债最严重的东北进行调研。那朱镕基得出一个结论：要先清理固定资产债务，因为呢这些债务呢属于源头债，那也就是 A B C D 里的那个 A。那 A 的债务解决了呢，就有钱还 B，B 呢再还 C，那一直继续下去。 通过初期的小规模实验啊，这个叠加效应呢，大概是一比三，那也就是中央每投入一块钱去清债，能够呢减少总共三块钱的债务。所谓的清债呢，就是中央给国企们擦屁股，那你们的债呢，中国人民替你们还了。那一九九一年，中央大概注资了三百三十亿，解决了一千一百多亿的债务。那九二年呢，又用同样的方法解决了八百多亿。那为啥我懒得说细节呢？那因为它没有用。 官方的说法呢是朱镕基在1992年呢把三角债问题给解决了，这个就像我们说啊去年中国靠银行注资解决了烂尾楼问题一样，那其实呢只是暂时控制住了问题的扩大化，而在邓小平92年南巡之后，新的三角债呢又继续出现了，那不但出现了，规模呢比之前还要有过之而无不及，那房价就很能说明问题啊，1991年海口的房价是一千四百人民币一平，在当时那个年代呢不可谓不高了啊，但是92年直接就涨到了五千，93年呢又涨到了七千五。 而当时中国城镇居民的平均年工资大概呢是在三千左右，所以说三角债的问题有可能是朱镕基拿着几百亿就能填平的嘛？那、呃、当时中共的元老、保守派领袖之一的薄一波呢，写了个条子，对三角债的问题提出了批评。他说，问题出在政策还是政策的执行者？这句话到底是在指责政策，还是朱镕基，又或者是具体的执行人，又或者是邓小平呢？哎，我们不得而知。 不过邓小平和江泽民呢，显然不认为朱镕基需要负责。那一方面，中国在九二年公布了三角债被处理掉的金额，那但是呢，没有继续公布新的三角债数据，并且呢，在以后的日子里几乎不再提及三角债这个名词。另外一方面，朱镕基在一九九三年三月被任命为排名第一的国务院副总理，负责国务院常务工作。那六月又兼任中国人民银行行长，而李鹏呢，则在创下了总理连任最低票记录后呢，突发心脏病，宣称要休养数月。 这个呢，可以有很多种解释啊，有可能呢是李鹏真的身体不好，也有可能呢是邓小平、江泽民非常支持朱镕基，李鹏呢干脆就退了，那也有可能呢是李鹏想要以退为进，让金融危机在改革派手里呢爆开来。那不管怎么说啊，理论上来说，朱镕基在九三年暂时成为了中国事实上的总理，而这个总理啊非常难做，那经济呢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因为为了填补三角债的烂摊子，银行系统呢已经几乎被掏空了。 那非常多的银行现金啊都已经几乎见底，那出现了只允许存款不允许取款的奇景。其实呢，说中国的经济已经崩溃了也不为过。但是我们说啊，真正的伟人都能挽狂澜于即倒，扶大厦之将倾。那中国这个国家的特点啊，就是上面啊总有一堆臭鱼烂虾，但是呢，永远也都不缺助国之才。那危机给傻逼呢就是危机，给大财，那就是让他万丈光芒的舞台。一九九三年六月，在朱镕基兼任中国人民银行行长，获得货币掌控权后。 朱镕基马上就提出了他的“朱氏十六条”，这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走向有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的第一个现代化的框架。那这十六条的设计内容过于庞大啊，后续呢我应该会针对部分重点专门做一些视频。今天呢就只能比较梗概的为大家介绍一下。首先呢解决眼前的问题，朱镕基命令所有银行必须无条件为储户提供取款服务，每家银行做不到，行长呢就别干了。哎，你别说，哪怕地方有些分行的金库已经没钱了。 那行长们这时候呢，他就是能想出办法把钱给凑出来。另外呢，朱镕基实行了非常不市场经济的价格控制，直接规定了所有重要商品，尤其是重要的农产品的价格区间。很多人有时候嘲笑说这个日本人吃不起西瓜啊，反过来说呢，其实也是中国农民的利益被强制出卖了。啊，这个是朱镕基被左派称为中国的戈尔巴乔夫，走资本主义道路的改革派的一个重要原因。其次呢，朱镕基也干自己管理的金融体系啊，他迫使银行接受责任制。 在这之前，整个中国呢对投资的全部概念啊就是花钱，那并不会思考投资是否能够盈利，因此呢银行也不需要考虑放贷的风险，这种所谓的金融啊并不能真正的起到对实体经济的促进作用。朱镕基为银行设定了大量近乎苛刻的目标，并且呢在十六条宣布后就开始着手对银行系统进行结构调整，四大国有银行呢被逐步转化为四大国有商业银行，并且呢又推动了十个股份制银行的建立。 金融呢是经济发展的血脉，拥有一个良好的金融基础是国家持续上升的必备条件。不过啊，巧妇难为无米之炊，那么谈何无限制取款或者改革呢？那所以十六条里呢又把几个机动裁员也考虑到了。首先呢是国库券的发行，这个呢也是我们后来说的国债中的一种。然而呢，相对于国库券的收益啊，民间多如牛毛的民间集资回报率呢要高得多。那因此呢，民间集资受到了打压。那当然打压民间集资呢，并不仅仅是为了卖国库券啊。 也是为了减少不稳定因素，将金融的权利呢都牢牢掌握在国有银行的手里。可是呢，如果还是卖不了太多怎么办呢？那有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的意思啊，就是中国不完全走市场经济。朱镕基呢用摊派的方式给所有的政府机关、国有企业分摊国库券配额，甚至呢曾经有一段时间，所有公务员的部分工资啊都是以国库券发放的。哎、呃，你可以不喜欢这种做法，但是呢却不得不承认它很有效。那见底的国库马上就有充盈了。 而当银行的放贷越来越规范化，民间集资受到打压后，部分高风险但是有可能存在高回报的公司呢，又面临了融资难的问题。各位长期在 A 股送钱的观众啊，肯定很懂。朱镕基呢，他又开始推动证券市场的发展了，和打击民间集资一样，那因为担心股民送钱送错地方。 不少小型的地方证券公司或者被取缔，或者被大型证券公司吞并。直到如今啊，A 股呢依然靠股民输血啊，为大量的公司提供了融资和套现。虽然说大部分情况下、啊、在坑股民，但是呢也确实孕育了不少不错的优质公司。那不得不说，股民呢是继烟民之后对中国贡献最大的人群之一。那前面说的这些钱呢，不是真正的大头。那本拉登之所以抓了好多年才被干死，但是因为他只搞了恐怖活动啊，但是没有逃税。 美国税务局的能力啊，肯定超过了 CIA，因为税收才是政府最大的财源。此时，中国的地方税务部门啊，存在严重的腐败问题。那穷一些的地区呢，把本地企业当成了提款机，但是收上来的钱呢，大部分进不了中央的口袋。受到改革开放红利的地区呢，则大多在进行走私。很多所谓的走私啊，并不是私人的行为，而是地方为了逃避中央的关税。 那从九三年开始，朱镕基对中国税务系统进行了大规模的整改。没多久后呢，就推行了非常得罪人的分税改革。那断人财路，犹如杀人父母啊！朱镕基为什么在民间拥有良好的声望，但是在官场上却没什么人缘呢？分税改革至少贡献了一半。那因为呢，这个把地方的改革派啊也都给得罪了。那这之后，大批的走私活动受到了打击。戴昌星的远华呢，也是在这个背景下被连根拔起的。这些以后啊，我们都可以聊聊。那开源之后呢，还要节流。那各种建设不是老超标吗？ 那朱镕基直接命令暂停一切大型在建项目，由中央派出督查组进行审核评级，将项目分为三类。与国家基建相关的，因为和经济增长有关，被标注为重要项目呢，马上继续开工。第二类呢为不太重要，那比如说一些民生项目，政府呢暂时不给予任何的优先待遇，但是呢建设仍然可以继续推进，只是呢需要放慢速度，为重要项目投出资,资源。 所以第三类不重要啊，需要马上停工啊，停工时间长短待定。最差的呢，可能是项目就直接放弃。那这些不重要的项目里啊，就包括了很多房地产项目，比如说让潘石屹发家致富的海南房地产。那在朱镕基的打击之下呢，没几天就彻底崩盘，哪怕到今天啊都没恢复过来。那一些黑社会转行做开发商的土老板，那甚至扬言要朱镕基的人头。不过这些人哈，也就是吹吹牛而已啊。但是朱镕基没有吹牛，在朱镕基的任上，中国的房价的确一直保持稳定，没有出现什么暴涨。 节流除了国内省钱外呢，对国外呢还要防被割。那当时中国呢有两种实际的货币，那一种呢是向中国人发行的人民币，那另外一种呢则是向老外发行的外汇券。外汇券呢可以用来购买一些稀缺的商品。那其实呢外汇券有点类似于计划经济时期的票证，但是区别呢是外汇券作为一种变种的货币呢，可以和人民币之间进行兑换。而因为进口商品的紧俏，那使得人民币价格相对于外汇非常的低廉。当然这个并不是问题啊。 问题是由于外汇的不足，那催生了专门针对外汇券兑换的黑市。黑市上的兑换价格当然跟正规兑换点呢是不一样的。但是由于黑市的自由性啊，就使得黑市价格成为了人们判断人民币真实价值的所在地。那也就是说，中国政府失去了对真实汇率的控制。朱镕基意识到了这个问题啊，因此呢取消了外汇券，关闭了全国所有的外汇券兑换中心，取而代之的呢是上海外汇交易中心。而这个中心呢，只有国内银行。 和几家精选的外资银行可以参与炒汇，那外资企业再也不能直接用外币兑换人民币，转而呢必须通过银行系统来进行外汇结算。当然就更不要说私人了。中国为什么每次都能够安然度过后续的金融危机啊？那和中央政府对人民币汇率的影响力有很大的关系。老有人在评论区里跟我说啊，巴菲特说过不要做空美股，那你倒哥也可以告诉你啊，千万不要随便做空人民币。相信大家都已经发现了，那十六条里呢其实是有不少指令性的政策的。 指令性的经济呢，其实与市场经济是相背离的。那十六条里呢，虽然涉及到很多的改革啊，但是字里行间都透露着保守。这其实呢，和邓小平说的“胆子更大一点，放得更开一点”呢，是有点矛盾的。邓小平虽然说过要摸着石头过河，那也就是说他愿意承认改革开放呢存在一些失误，但是呢，你不能傻到说，哎呀，改革开放是错的，那或者说，哎呀，中国市场开放是错的。聪明人呢，只会说，哎呀，领导你的错就是太辛苦了。 任何国家呢，相对于经济、政治都是优先的。那我是说任何啊，大家千万不要有所怀疑。所以当朱镕基要让中国过热的经济退温时，那还是有相当多的政治压力的。即便邓小平自己也已经意识到了经济过热的危害。朱镕基的做法很聪明啊，既然邓小平呢不能错啊、哎，那么呢，就从邓小平的语录里找出支持他未来施政的话语。那结果啊，朱镕基还真的找到了。邓小平呢曾经说过，生产必须有质量。 啊，于是朱镕基呢，在大大小小的场合都引用这句话，证明呢，哎，领袖没有错哦，他推进的政策也没有错，只是之前呢，下面的人理解出了问题，那这就让最高决策层有了台阶下，政策呢得以比较顺利的推进。那至于地方上的官员喜不喜欢他，朱镕基呢已经顾不得那么多了。朱镕基呢把货币控制、信用管理和指令型经济结合到了一起，很快呢就让过热的中国经济冷却了下来。 在一九九五年，中国的通货膨胀从百分之二十一点七下降到百分之十五，而 GDP 的增长呢，依然还有百分之十一。九六年，通膨下降到百分之六点一，GDP 增长百分之九点七。九七年，通胀更是降到了负百分之零点八，而 GDP 的增长呢，居然还是高达百分之八点八。什么是有质量的 GDP 呢？啊，这才是我为什么特别喜欢江泽民和朱镕基啊，因为我见证过那个时代，在经济的增长不以房地产为驱动的前提下，GDP 的增长远高于通膨。 在这种情况下，你你会发现啊，你的生活质量几乎每一年都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在提高。但是我们回到前面说的三角债问题，三角债问题有没有被解决呢？其实没有。那仅仅到九七年末，属于企业的三角债呢，已经超过了一万亿。那这是今天的一个重点啊。作为大右派的朱镕基，不是要消灭债务、消灭剥削，而是呢要让他们回到良性的轨道上。现代经济之所以比古代经济发达，是因为呢。 可以更加高效的运用债务的杠杆，以及更有效率的剥削。国家的发展呢，离不开债务和剥削。那很多人呢，其实是矛盾的啊，既为国家几万亿往芯片里投入较好，那觉得用不了多久中国的芯片产业就能赶上美国了，又因为中国的高房价、高油价感到不满。实际上，如果没有高房价、高油价，国家又怎么能支撑得起高科技产业这样一个吞金兽呢？目前中国的处境，实际上和六四之后有些类似。 而因为朱镕基的改革已经在金融、税收、外汇等方面打下了比较好的底子，债务虽然高，但是呢，并不是致命的问题，因此中国仍然可以进入宽松的货币环境、啊。咱们用剥削这个词不太好听啊，应该说国家在此时需要全民一心为国家的发展做出更大的贡献。因此，未来一段时间的中国通货膨胀必然会有所增加，房价呢也一定会上涨。上百万亿的房地产债务和城投债当然有些可怕。 但是只要这些债务没有短期违约的风险，暂时呢就不需要去解决它们，甚至呢可能还会增加这些方面的债务。只有当外部压力减轻，民众呢也暂时性的力竭时，才会出现类似朱镕基时期的紧缩，那去提高 GDP 的质量。我们一定要明白一点啊，如果不能进行侵略，债务就是推动国家上升的最有效的方法。而目前中国一系列的政策呢，正在印证我的想法。 宽松的货币环境已经到来，那因为符合逻辑，所以我坚定的看好中国未来一段时间的发展，也是我一直强调的一件事情。我看好中国的发展，但是并不一定看好每一个中国人各自的生活。就像我告诉大家，未来一段时间一二线的房价一定会涨，但是有人呢就会觉得租房比买房好。这就,就像说啊，习近平爱民如子，但是你个人不能真的把自己当成习近平的儿子。啊。最后呢，我还是要把结论说的清楚一点啊。 房地产债务和城投债确实很多，但是中国只要能够保证他们不暴雷，现在呢就不会对这些债务进行缩减，不但不会进行缩减，可能呢还会有所增加。未来的中国呢也一定会进入类似朱镕基时期的紧缩周期，但是呢不是现在。光骂习近平不投固定资产的朋友们啊，要不呢你就去买点 A 股吧。